第六位，第六位師傅啦，呢位啦，佢就原來就係搖威師傅啦，搖威師奶奶啊，佢用威師就紅拳啊，紅拳派，佢係揾梅花雙刀雙邊，梅花雙邊啊，變化咧就多樣嘅喎，就有隻蘭露啦，嗱即係咁樣，雪花蓋頂，老樹盤根，四門。 四门梅花，毒蛇吐舌啊！仙人之路，红拳嘅条马咧系硬功嚟嘅，佢非常之有力，而且咧稍为啊，如果以拳术嚟计咧，稍为碰到啊，稍中即逝，非常之硬有力嘅条马。我知道赵师傅咧为我哋演出呢个系十型啊，十型拳，究竟十型啊？ 包括咩十型呢？即系形佢即系龙蛇虎豹鹤金木水火土呢十个形，组成一个重拳之长拳嚟噶。要揾功先喎。系啊系啊。首先系龙啊，龙就以刚柔并济嘅，龙形要巧弱啊。虎咧就要沉着，内力虎爪。系啊。 咁而家呢個係咩型啊？呢個係屬於開拳開始嘅基本嘅拳之間嘅功力，背強內功嚟㗎啦。又混咗功，係混咗功出嚟先，係。哇！好犀利哦！呢啲肌肉好犀利哦！係啊係啊！好有勁啊！呢個趙師傅啊，喺呢個西安曾經攞過全國性嘅呢度實型拳之亞軍嚟嘅。 運功都要花好多時間㗎，係啊係啊，呢個呢度功夫不但於啊練到氣同埋身體，更加可以做一個體育運動，可以就健康嘅，係學武都係幾好㗎嚇，強身健體嚇，係啊係啊，好似呢度啊蛇形嘅就以一個身形閃打。 好型嘅，就要靈活嘅動作同埋呢個走身先打，咁同啲飛禽走獸嘅形態有關係。係啊係啊，嗰啲耳形就取呢個動作，呢個動作係好型嘅，就要靈活嘅動作同埋呢個走身先打，咁同啲飛禽走獸嘅形態有關係。係啊係啊，嗰啲耳形就取呢個動作，呢個動作係好型嘅，就要靈活嘅動作同埋呢個走身先打，咁同啲飛禽走獸嘅形態有關係。係啊係啊，嗰啲耳形就取呢個動作，呢個動作係好型嘅，就要靈活嘅動作同埋呢個走身先打，咁同啲飛禽走獸嘅形態有關係。係啊係啊，嗰啲耳形就取呢個動作，呢個動作係好型嘅，就要靈活